Hello Sky， 我雅思。哎，你们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？就是从你有记忆以来，第一个练的健身动作是什么？当然是俯卧撑。因为刚开始不敢去健身房，所以都是太多在家俯卧撑。对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重温一下这个伏地挺身。但是我们今天不要做一般的伏地，我们今天是来挑战伏地挺身的一个爆发力的极限哦，爆发力组。所以大家看到我这一根很长，这一根很长，那两个高度，这个很高度，对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地板上，没错，我这边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好杠片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一关一关来测，看谁可以飞到最高，就看谁伏地挺身的爆发力最强。我先示范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上来会在上面。等一下，我们会这样，手大概提在这里。好，起来跳，把自己撑起来。好，这样就算成功。有撑起来就算。对，有撑起来就算。不然这样会不会太简单了？我们一关一关来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到这边就不简单啦、啊。对啊，到这边不简单。我们目前我看一下，目前这个高度是刚好十公分，十公分，刚好十公分。好，那我们那个猜拳决定先后顺序，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，好，最后，那我就中间，你要是就先。好，准备好了。挑战开始。好，那我们比赛正式开始，我们就第一位挑战者蔡老师，目前的高度十公分，我们嘿，来了，干，这个是他的强项，吴颖真的是他的强项，嘿，他的强项，哦，我升级了哎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，等一下就让你笑不出来，对，是他的强项，高分什么东西？十公分，十公分也叫我们啊，所以，差点，我差点就下去了，十公分就快不行了，不是因为不习惯，就是一窄的，然后又变宽的。好，第一关呢，我们三位都非常轻松，有非常轻松吗？不轻松。我这个怪怪的，就是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关，那目前的高度来到了21公分，差不多20公分。来，我换椅子，会不会？会。我在这一关就受不了。哇，轻松哎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哦？哇！根本没出力，根本没出力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啊？好轻松，真的很轻松。然后回头是给波波一个特写。波波。哦。可以啊，这是轻松的。第五关目前来到了48公分。这样才48。300公分，他飞这么高，鬼！哇，这有难度了哦。哦，看起来很轻松哎，可以加油。哎，哦，感觉还有一点余裕哦。我，哦，有点抖哎，你抽不到，抽不到，感觉上面要有一个。好，先拿这个出来。第六关目前来到53公分，哇，这个压力有点大。哎，各位，我准备这个53，我还不要。这个加油加油，安全起见，大家有需要的话带一下。加油加油，感觉波波要先带喽。你是不是要先带？妈的，不行，我这里。哦。好像还有一点距离耶，那个好像不用很低，你越低越抱起来。是，来，啊，我准备好了。
来吧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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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哎、欸、哦，80公分，哦，有，90公分啊，哇，哎、欸，哦，有，前面还讲到多时间，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。各位看一下这个高度，太狂了，这个已经比吧台椅还要再高了。现在是几公分在一？现在我来量一下，以后我就可以表演直接撑起来飞。102公分，哇！现在这空中啊，来到102公分了，这一定要起来啊！这个要起来才有破一百，对，没有理由不能起来。哇塞！来了，巨塔，贝吉塔，太，好、哦，好几记了，来招，来招，来啊！要变超级赛亚人二，来了！哦，哇，我紧张了。是102，哎，102，哎，哦，哎，他是标准的，还贴上去，他连勾都不用，上次还好。我目标是整个人站直的。哇，可以！看，这真的很高哎。加多一点，直接闪，有了，加到了。
快要到公布我们身高的时候，那你就要到150的时候，怎么跟我们一样要超了？不知道在哪里，你知道？对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只知道要把他手绑住，绑住。
难以理解的地步。蔡老师，没成功送我一罐鱼哦。高层鱼肉大师，就这么简单。鱼肉大师准备好了。废话，鱼肉大师。好，鱼肉大师来了。我觉得鱼肉大师很有机会成功。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